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三个人租一间房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三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 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不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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